太子来了，我还没找他算账，他来做什么？他说，群巫宴那天，多亏您及时调来护卫，救了陛下，他来感谢你。哼，他自己招的刺客，想做苦肉计，结果计划失败。 听闻国师夫人自群卧宴后身患疾病，连日昏迷不醒，孤特来送药。哦，太子殿下竟有如此善心！普天之下只有皇家有这个能力，以天下名医神药保人性命。 国师若肯与令夫人和离，将她归还于故，故定倾东宫之力将她救下。归还？阿音可不是什么物件，能供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。更何况，他并未生病，而是中毒。 解药呢？病也好，毒也罢，除了孤，无人可以救他。东方仙师若真在乎阿英性命，便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，害他陷入险境。 本座的夫人，本座定不会让她陷入危险，不劳费心。小芝，送客。太子，请吧。 这符里没了，吵吵闹闹，打打杀杀，竟这样冷静。我生来受寒毒所累，没想到恰好是这毒，反而能治好你的病。现在我倒觉得，幸好。 三日便是十年，对吧？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
今日是我先皇之剑夺发之日，此刻我的心能将体内的毒性化解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受此牵制。此毒并不常见，因为锁香丸。这药对身体没有影响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可把我担心死了。我睡了多久？自群卧宴回来已经足足睡了七日了，今日就是十六了。十六，他毒发的日子。哎，小姐，夜里风大，你才刚醒，要歇歇将养才是。他人呢？国师不让我们说。我自己去找他。你醒了，怎么不多躺一会儿？身上还疼吗？你毒发了。你这么要紧过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你，锁香丸是毒吗？你还是不信我。我只是想你亲口跟我说，锁香丸没毒，只要你说，我就信你。锁香丸无毒，你要是信了我，今天就不会前来治我。我只是……我来历如何？我对你何种情意？我已经说了千遍，怎么就换不来你的真心？谢婉仪，你根本没有心。李迟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你竟信他到如此？你我之间的事跟李迟何干？你身上的毒是他下的，怎么跟他没有关系？太子下的毒。心里若是心，就饿了这个石榴姐。回去休息，日后不准再见李迟。你若是不信，你就一定是。我只是想你亲口告诉我，锁香丸到底有没有？你何至于此？字字句句夹枪带棒，不也是不信任我吗？你今日毒发难熬，我不与你争辩，待你恢复了，我们再谈此事。
算上我一名半死。